我这不合计今天和八月姐了吗？完了我就把月亮承包下来，大伙儿不得赏月吗？啊，赏到那什么个意思呢？赏月，我把月亮包下来，交点份子钱呗。啊，这赏月头脑啊！这都是小活，来年那活更大。啥活啊？我准备把太阳包下来。包那玩意儿干啥呀？这太阳，咱说你这世界万物不都点离不开太阳吗？每人给我交点份子钱，然后我不就发了吗？哎呀，这家伙深藏不露啊！你这不是未来的企业家吗？我的梦想是全球首富。哎呀哈，甘拜下风。老弟，进屋吃点饭呗。不到屋了，我那边吧还有两个小老弟儿。啊，说要那个承包个地球，给地球 拿个天窗，我给参谋参谋去，他整不明白那玩意儿。那慢走啊！啊，我要走了啊！完了那个有事儿，打电话。啊，行。好使啊！啊，这么能吹呢？哎呀妈，这两下跟我相亲，啥也不是。